啱啱宣布造型成功的陈海琳呢日就同陈慧琳一起出席香水活动，着住连身裤肚凸凸的 Grace 仲着咗对四寸高踭鞋，真系见到都戥佢紧张啦。咁唔知第一次做妈妈的 Grace 心情又系点嘅咧？心情好开心啦，都好紧张嘅，因为第一次咁，所以都想好小心咁样去处理咯。已经有咗三个几月啦，而家知道 BB 嘅性别未啊？都知噶啦，咁但系我哋想迟啲先公开咯，系啊系啊。咁身为两子之母嘅 Kelly 又会唔会同 Grace 交流一下育儿嘅心得咧？这个他的 baby 出世再说。